他们两个师姨用了一段时间讲了那么多，背后想要表达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毅杰是一个天才。好，大家好，我就是毅杰。那可能你会很好奇，他们在表达的东西我们听的都是一样的，他们刚刚经历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们一起经历的，为什么对我而言会有这样子的投射？而可能对你们，可能有一部分的人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天才，可能没有，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这和我等一下要讲的这个18分钟的演讲非常有关系。那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在不同的地方都举办了很多场阅读活动，参与我的群众从70-80岁的爷爷奶奶都有，乃至于2-3岁的小朋友都有。那在参与这活动的过程，很多人都会来问我，老师，我的孩子不爱阅读怎么办？以前呢，我会非常热心的，非常诚恳的向他推荐某一些好绘本，某一些好书，告诉他阅读一本好书有多么的重要，告诉他如何去打造一个阅读的环境，让孩子从小就培养阅读的习惯。可是这个问题被问得久了，我开始去反思，开始去思考，这些家庭他们问这些问题背后到底要表达什么。后来我才发现到，原来很多人都对阅读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误解。那什么是阅读呢？有一些人把阅读习惯建立在阅读文本，阅读小说啦、伟人传记啦、报章等等。如果你问我这样子是阅读吗？当然是，但它其实没有很准确的表达阅读是什么。我身边有很多的女生，我的家人，我的亲人，这些女生她们有办法从很庞大的广告杂志中找到她们认为最便宜最有价值的东西，然后用最快的时间把它买下来，而且她们常常都这样子。请问她们拥有阅读习惯吗？我认为她们是在阅读，但是其实这样子也不能表达阅读。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最常读的书叫面子书，他们读的书呢，里面的资讯快速但是破碎，所以他们很少读到完整或者是精准的讯息。他们有阅读的习惯吗？我认为他们有在阅读，但是其实这样子的行为他不能表达阅读。那究竟阅读是什么？我用一张图来跟大家做解释。我们会看这一张图片，这一只猫，请问这只猫是在往上还是在往下？好，我们来调查一下，谁觉得往上的举手一下。好，很多。谁觉得往下的举手？哦，也有。 OK， 好，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看到同样的图片，同样的猫，同样的楼梯，同样的画面，同样的空间，为什么我们拥有不同的判断？这和我们阅读里面有两个元素，非常重要的元素有关系。好，我先来讲解一下。图片进入到我们的，从我们眼睛进入我们大脑里面，它会和我们大脑里面两个东西做结合。第一个叫生活经验，第二个是你过去所学的知识，我们称之为先辈知识。那这两个东西做结合之后呢，它会投射出来告诉你这只猫到底是往上还是往下。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觉得是往上的，他会告诉你，我跟空间来判断啦，我跟光线啦，我仔细观察这个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所以猫是这样子的。但如果有一些养猫的人，他可能就有知识了，他懂得如何从这个图片当中去判断这只猫究竟是往上还是往下。那你再仔细看多一次，如果你过去有接触动物的经验，你再来判断一下这只猫究竟是往上还是往下。好，但是呢，我今天是不会揭晓这只猫到底是往上还是往下的。 OK， 那这就像刚刚我讲的，我听到师姨说的那一段话，我读到的讯息是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天才，
而我确实也这样子认为。那为什么呢？那必然和我过去的生活经验和我过去接触到的知识有非常大的关系。可能你觉得说一段话一张图片能够证明什么，那接下来我再证明给你看。有一首诗，唐诗，我们从小就读到大，它叫静夜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可能你对这首诗非常的熟悉，可能你也觉得厌倦，因为你从小就读到大，而且这首诗挂在学校的墙壁可能十年都没有改变。那为什么老师会要我们读，要小朋友去背这首诗？那文字是中立的，文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在形容那个景色，但跟这首诗相互辉映的其实是那个写的人背后的那个思乡情结。而这个思乡情结呢，牵动了我们的内在，让我们的内在呢反射出觉得说，哇，这是一首好诗。但我们忘记了，孩子在三岁五岁六岁的阶段，他没有思乡的情结，他每一天都回家，他可能他有想家，但他不是叫思念故乡。那所以老师在教导这首唐诗的时候，跟过去我们的学习状态是一样的，老师会告诉你这是一首好诗，然后老师就会讲三个字叫背下来。那你就必须背啊，这些东西都会累积成为你的知识。那我们来看一看，过去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我们的长者都相信拥有知识就等于拥有力量，他觉得你拥有足够多的知识，你就可以去跟其他人做竞争，在社会上你就可以立足，因为你懂很多。但是现在的这个科技的转化，人工智能啊，尤其是人工智能，那你开始就会觉得说，其实你拥有知识你不一定能够竞争。那我们给予孩子的是什么？在我过去陪伴孩子，我又应该如何进行调整？你会发现到现在只要一个 click 你可以知道任何的资讯。那孩子拥有足够多的知识的时候，他有没有力量去应对世界？现在的教育模式，现在的阅读更应该去关注孩子是否拥有某一种能力，把知识转化成力量，然后去应对世界。这个能力非常的关键。我们在过去带阅读的过程当中发现到，其实孩子拥有读到资讯，读到各种不同的图像，他把它记在大脑里面，但是呢他没有办法进行思辨，因为在他大脑里面他接收的讯息很多时候是快然后破碎的。所以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做阅读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给他进行一个答案的你来我往的那种讨论环节，我们开始跟孩子进行讨论，开始让孩子在这个讨论当中去接收新的讯息。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挫折，就是家长认为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他认为你冷你就应该穿寒衣，他认为你热你就不应该穿寒衣，因为家长认为答案就应该只有一个。好，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可能？孩子因为接收到的讯息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开始，因为他没有办法反驳，他就开始去讨好大人，去讨好你们。然后你试想想，当他拥有这样子的能力的时候，他慢慢长大，他在生活当中他要选一个组长，他用什么能力去选？他你过去教导他的都是单一性的，他认为对就对错就错的时候，他怎么去选啊？你可能觉得就选一个组长嘛，想一想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以后要选，他们用什么能力去选？他们收到的资讯就是飞速刷刷一下就知道这个领导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判断不应该选这个领导人。未来的世界是我们一起共同去创造的，我们给予孩子现在给予他什么，他未来就会建构那个世界，而你和我都活在那个世界，那你应该怎么办？我来讲一个故事。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生活跟我家庭生活在一起，我们是七个家庭生活在一间大屋子里面，每个家庭只可以睡在一个小房间，
我和我的爸爸妈妈，我妹妹就只可以睡在那个小房间。我们供养奉养这一个婆婆，婆婆在的时候，大人的关系就已经很僵硬，大人不怎么讲话，我们小孩子偶尔会玩在一起。但后来婆婆去世之后，大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僵化，而我们小孩子偶尔会躲在楼下的圆桌上玩游戏。某一天，有一个我和我的堂弟堂妹在楼下玩的时候，有一个长者，我家里的一个长辈，他从楼上走下来，很用力的往桌上一拍，就指着我骂。我其实忘了他到底对我骂了什么，我只知道我被其他的长辈说：“哎，回去你的房间。”他们是用很凶的语气说：“你回去你的房间。”我走到房间里面开始哭哭哭哭，哭了几个小时，一直到我爸爸妈妈回来。我爸爸妈妈去到房间的时候，他看着我，看到我一直在哭，眼睛又这样子，他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当你内心有太多太多的悲伤和委屈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如何回应。我的爸爸妈妈还是有一点不甘心，他就去问了其他的长辈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其他的长者竟然跟我爸爸妈妈讲：“哎呀，应该就是你的孩子做错什么事情了。”他们就问：“真的吗？”“真的，我们大人是不会讲骗话的。”后来我回到房间，我爸爸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情绪，就让我这样子。可能我爸爸也觉得我睡了一觉，明天起来就会好。过程当中，我爸爸一直跟我讲：“哎，他是一个长辈，你要尊重一个长辈。”然后呢，从那天起，我把这样子所有的悲伤慢慢的、慢慢的收到我的内心里面。我开始在想，我不应该拥有我这样子的情绪，我应该照大人这样子讲就好。慢慢我开始长大，我进到中学，去到大学，我开始发现我其实很难跟人家沟通，我内在里面有很多的生气，有很多的委屈。当你听不懂我讲话的时候，我就开始骂你，我开始觉得这个人太难相处了。其实那个最难相处的人是我啦。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自己很不舒服，一直到我开始接触绘本，开始带孩子阅读。我跟孩子在阅读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们不应该给孩子单一的答案，就跟孩子去讨论绘本里面的角色、故事里面的角色、主人翁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我突然间才发现到，哎，阅读故事里面的主角不就和阅读一个人一样吗？每一次在翻页的时候，绘本在翻页的时候，跟我们每一天过日子在翻页不就是一样的吗？如果每一天都是一个文本，而每一天都有新的文本在覆盖旧的文本，我怎么样去阅读我自己这个文本？当我有能力去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开始慢慢去回溯，我开始去阅读以前发生的种种事情。我开始读到我的悲伤从哪里来，我开始读到我的爸爸妈妈，原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原来我爸爸妈妈的内在也有很大的悲伤，也有很大的无力感。当我理解到这个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和我父母已经脱下角色的外套，我们以一个人在面对一个人。阅读其实就是这一回事。我们带领孩子做阅读，我们在自己做阅读的时候，我们常常忘了多一点去看，多一点去追查，多一点去回问故事里面文本以外究竟还有什么你是不知道的，究竟还有什么是影响着故事主角，影响着你去判断的事情。我常常会跟我的父母讲说：“你允许孩子做他们自己吗？你允许他们选择他们喜欢的吗？或者我今天这样子问，你们做你们自己了吗？你们追求你们梦想了吗？你们今天来这里是因为你自己真的想要，还是被逼的呢？你每一天在过生活，你怎么样看你自己？你每一天在读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你怎么解读？你带着什么去解读？
你会发现到阅读其实是非常主观的，你也可以发现到刚刚这样子前面那一只猫示意的说辞，我都可以有我的判断。你面对人群的时候，你带着什么去判断？人和人之所以存在美和丑，因为人和人存在着很多的差异，这个差异需要你仔细的去读。你要去读一个人的背后，他有什么知识，他有什么生活经验，你再来去判断他现在做的和你想的为什么不一样。我从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去发现到，原来我们对人可以有多一份的理解，因为你懂得去阅读他，因为你懂得去阅读自己。小朋友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是一张白纸，随你怎么画，那你要怎么引导他是一个非常的关键能力。当他们拥有足够多的知识，他们要转化成力量去面对世界的时候，这当中中间的思辨就是由你所有的大人，所有的生活当中的人带领着他们去讨论，去看见世界的庞大。阅读不是一种我喜欢阅读就阅读，阅读是一种需要。去读一个人，去读一个世界，假设地球是一个巨大的文本，你每一天在看着它翻页的时候，你自己处在这文本的哪里？你自己有没有好好的去阅读你自己？你自己有没有成为你自己？请记得，当你生活当中有一些卡卡的地方，你觉得不如意的时候，放下你的不如意，去阅读对方发生什么，去阅读你自己还有什么还没有解决的，我想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的幸福。谢谢大家。